卡尔玛这边脑子不太好呀，卡尔玛。这种下路我不敢帮了呀，这种下路。 这勾八下路，等会儿三级这被越了呀！我靠！这把刷的好慢，好伤啊！我就没帮。 别教程了，这把赶紧刷完这下路反蹲，下路啥技能都没有，感觉这边要越的，还行吧。 对面打野速三抓人，吃他一波大牛了。速三抓人的代价太高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这波速三没抓到人，被我反蹲到，我直接压他一级。这是速三抓人的代价，你知道？所以为什么高分段很少有人速三抓？就除非队友打的太激烈这种，你知道吧？我靠，这他妈阿木木。 我不走位啊！我靠，这波预判了一下走位，他能叠两个 Q， 我怕我摸眼 Q， 他把我 Q 到塔底下空到不好说了。我扎姆带多了个点燃，单吃了也很正常的感觉。卡兹哥可能要从这边干他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 直接贴脸干他！单吃了，这上路真是回合制游戏，单吃回来了，把这些野怪刷完回家吧。 感觉可以出个，我这塞拉斯预判闪现吗？路子这么野，看得出来我们这个 ADC 对这个辅助很不满，疯狂拼。 结束了，这阿木结束了。这阿木有点怪啊，这阿木啊，一直打架的，这好像是，不过他主玩阿木上单的呀，看他战绩一千多把上单。哎呦，对面把龙给偷了，胆子很大嘛，冷怂。 最后一下 K 头，我操！啊，对面这波竟然把龙给偷了，我接受不了。
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。要不蹲一手卡斯克？一分钟都不要浪费。锤石了，不好打。卡斯克在后面的话，我也没法一打二。装备不是特别好，没有红城，有红城的话随便一打，但是没有红城。扎姆要歇了。去入侵他红吧，把他红吃了，然后再打先锋。我们现在优势很大，等级装备都是优势的。下路这波只要别打就行了。下路这波别打啊，别给队友压力就 OK 了。他不是E技能，他要是E技能他死了。他现在没E。打线左一，他敢杀我吗？他们下路来了，别慌。下路来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直接去死。啊，我直接去死。我这波死，我也不要给他们下路助攻，也不要给他们下路拿人头。我就是要让他们下路浪费时间，然后队友吃镀层，这波血赚。哎，我这波没 Q 到，不然把他杀了，摸眼就走了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空了 Q 好烦啊！操，这波 Q 不空还不死。卡兹哥那个闪现交的有点果断。哇，扎姆这也敢过来的啊！光头，你很能打吗？光头，扎姆有点那个搞啊，后面都没视野的，他还敢这样子搞。哎，怎么打不到呢？这把我们下路是不是很崩？但是有什么用呢？没用。对面杀了再多都没用，因为在盲僧面前。哦吼！不交闪现吗？还要把闪现预判了。这波先锋直接放，你要拿足够多的经济，然后去抓对面下路，你知道吧？你抓对面下路，对面下路这么肥，你要怎么抓呢？你必须得把自己搞得更肥，你知道吧？能一个人打对面两，能一个人打对面下路两个。你才有资格去抓对面下路，你知道吧？不然的话，抓下路很容易，对吧？抓下路很容易那个暴毙。怎么累得很啊？这波他还没盾攻，是个机会。我操！你他妈一秒钟尿。卡兹哥没闪现，拉一下，不着急，等虚弱结束。哎，先把卡兹哥宰了吧。我想宰 ADC， 但 ADC E 的有点远了。我要是不宰卡兹哥，卡兹哥可能把我们 ADC 宰了，所以我这波理智。啊，你让我理智。
我这波直接理智，不然的话，杀杀米拉的话还不好杀，他万一有闪现对吧？把他闪现跑了。但这波偏了个虚弱还行，来打还小子。你把那个 RQ 打龙不好吗？对面下路来了，打不掉了呀。直接踢开，啊，思路清晰，直接拿龙。这个眼好长，他很急，他很急。我操，这卡斯哥好急啊！一上来惩戒给我潜伏，想留我。但是我不是馒头啊，没那么好溜。卡这个可能还有意义啊，还有意义呢，不要 Q， 他 E 结束了，这 W 接 Q， 小雪接 Q。卡斯克从哪儿来的呀？我靠，卡斯克，卡斯克阴呀，太阴了。玩个阿姆能玩一千多盘，挺离谱的。给螳螂了1000块，有用吗？没用，真没用啊！卡这个拿1000块意义不大，顶多变得耐揍一点。这波先把阿姆收拾了，单挑一把阿姆。这个红 buff 给它减速效果怎么减速这么少啊？这波不去吃大红，感觉吃大红要出事。我这边五个人啊，这杰斯把后面杀完了吗？
金珠护体，这把没多重伤啊，这对面回血还挺多的，两个关键点都有回血，但是我没做，感觉没啥必要，伤害高的话应该不差那点伤害。感谢西风的办卡，感谢你的办卡，感谢感谢谢谢谢谢。卡玛要求还蛮重的，而 Q 必中，你这个 W 没用啊。一波一波，不用杀人，不用杀人，不用杀人，我说了不用杀人，干嘛？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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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在扛他。这 ADC 为什么跟我点塔呀？这 ADC 这 ADC 搁那梦游啊？你原优，你这原优会吗？能梦游啊？开塔呀！这 ADC 刚才拆塔结束了，搁那 A 小兵呢，我靠！拆塔！可以。